由林妙可领衔中澳学生交换真人秀央视巨制《青春记》一日在悉尼举行开拍仪式。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李华新、教育参赞王小佳、悉尼市长代表郭耀文议员、新州教育部高级官员简·西蒙斯及新州中学等教育界代表、节目制作公司大陆桥文化传媒以及中澳媒体和节目赞助商等近百名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在当晚的启动仪式上，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李华新总领事在对《青春记》悉尼开拍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表示在两国教育交流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能够拍摄